尝试一下新事物。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 阿尤。然后今天我们要吃的是我曾经在10个月之前吃过的一个新疆菜。然后，但是我10个月之前吃的是那个新疆炒米粉，我这次点的是新疆爆辣，牛肉炒那个年糕。然后我里面还加了酸菜，还加了那个芹菜，然后这个是新疆的孜然羊肉，是不是色泽特别好？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吃哦。你们喜欢吃新疆菜吗？我最喜欢吃的还有一个是新疆的烤羊腿，我觉得烤羊腿比羊肉串还要好吃。好吃。哇，我觉得不辣，因为很多新疆的同学嘛，在大学城有很多就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，然后很多新疆同学就会去，就是我之前吃过那家新疆炒米粉店，然后我们就会相约在那里。他们看到我点爆辣，他们会说：“你确定你可以吗？”然后我当然说：“当然可以啊。”但结果就是他们可能会有点吃不完的时候，我已经把它吃完了，他们会觉得哇，好辣。还好不辣。很多人其实吃不惯羊肉，觉得是有股骚气。我其实比起牛肉，哎，不对，牛肉还是大于羊肉的哈，你们是不是也这样？但羊肉我也很爱吃，就是独爱那份骚气，很奇怪。羊肉最喜欢吃这个，嘿嘿，这个油油的这一块，这羊肉好吃。就如果洋葱还能够再多一点，更加好吃。你们一直都说我吃辣不长痘，结果你看，还眉毛。昨天在那个，就是我们一起吃那个在家弄小火锅吃，
但我怀疑不是吃辣长痘呀，我以前也吃辣不长痘，应该是饮料喝多了。昨天喝了一瓶无糖可乐，但也只喝了一瓶啊，很奇怪，可能上火。我看那个前几期视频当中，大家有说吧唧嘴，其实是我很少吧唧嘴。我以前吧唧嘴的时候，我妈就啪一个巴掌给打上来了。我可能是吃比较难嚼的，或者说是考验那种咬肌的那种东西，可能会有点发出点声音。我下次一定注意，这次应该还好吧。你们是不是开学了？我记得我以前说可喜欢开学了。又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了。读了大学之后就觉得高中好好呀，就是高中只需要准备高考，大学就不一样了。好烫。哎呀，最后一口牛肉。不是很多人在军训吗？我军训的时候晒黑了8个度。但我反白快。这个可能得感谢妈妈。
这味道还是很不错的。好了，接下去就吃这碗牛肉。我今天买了一杯这个，这个好像也是不知道哎，它好像叫什么薄荷清凉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啥，喝喝看哈，尝试一下新事物。这带气的。激浪的感觉，真的是激浪。然后我们稍微再放一点这个香蒜，啊，这个特别好吃。这个香蒜汁真的特别好吃，然后那个地安香蒜，我是在那种进口超市买的，但应该家乐福什么应该就不是那种太进口，应该也有。你们喜欢孜然吗？我还特别羡慕别人从就是上学时候谈恋爱谈到结婚，哇，我觉得很美好。这是我向往的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哈。羊肉那个肥肉特别好吃，而且那个以前那个新疆烧烤那个地方，就是在没有被整治，就是一家店在路边的，哇，那个烤肉在长宁区中山公园附近哦，然后那个烤肉真的特别香。现场串我妈如果自己做羊肉的话，会里面放红酒。
酒还是啤酒我忘记了，反正应该是某一个酒。嗯，特别好吃，但只有冬天的时候才吃到。哎，死白了，再来一次，再喝一颗。嗯，嗯，我这件衣服，你看看，穿了10年，50块钱淘宝，一直都不舍得扔掉。好啦，那我今天的牛肉炒年糕加酸菜加芹菜跟孜然羊肉就吃到这里结束。拜拜。